阿姨，嗯，我也是外地人，我不是天津人。对，你外地人都落在咱们天津了。我本来啊是想救你，结果没想到阿姨一个反手给我扣地上了哈。阿姨，您这反应太快了哈。哎，那您看。那您看人家也落在人家上学的地方了呀。我想说呢，年轻人有一颗爱闯的心挺好的，首先咱得肯定这不是坏事，对吧？是。但是他在那边能不能发展得好，听到这儿我没听出来。嗯，不过说到女孩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更担心她这七年之后，以后就在那儿认识个男朋友，在那儿结婚生子，彻底把根扎下来，你就再也见不着这闺女了？正是我不放心的事儿。阿姨，知你者莫若我呀。啊，哎，你看看，我就怕担心呢，你说这七年吧她还小呢。谢谢啊，这七年他还小，等再三年，他就这年纪了。万一要是遇上一个朋友合适的，在那定居了，他更回来不了了。对，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。到那时候，你这闺女就飞了。我们一家子，他哥嫂子都同意他回来，回到咱们天津来。在一家子有什么事儿呢？相互我照应。你再不回来呀，小棉袄我就让你嫂子顶替了，知道吧？哎呀，我也不是不回来呀，我只是过两年我就回来。别说过两年了，别过了这两年，我真不放心了。七年您都等了，还差这两年吗？这两年就绝对不等。我读研可是我妈大力支持的，读。是啊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是阿姨，我也支持啊，因为你许了诺了，你说了三年以后我回来，现在三年之后，闺女你反把了，拖两年我也回来，就两年，还拖两年，她现在呀长大了，翅膀都硬了，她一点不听我话了，嗯，你嘱咐人家把那个小条给我拿来，哦对对，就是您看，哎呦，这是她一年级给我写的，哦，说亲爱的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，她以前呢是多么。爱我，现在你都不要我了，我怎么不要 你？我也很爱您啊。看看我亲爱的女儿，妈想你。当我看到母亲哭了，并且女儿也哭了的时候，其实我挺心痛的。母亲确实也很伤心，而女儿也很伤心。这种伤心并不是完全纯粹意义上的两者之间的爱，而是互相之间都给了巨大的压力。调解团的成员调解还没开展啊，都先落下了泪。我们在听完了母女二人的倾诉之后，大家考虑一下，做出你们的选择。你们是更支持田阿姨希望小王回到天津守在妈妈的身边，还是说帮助小王说服自己的母亲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让他在外面再打拼打拼？我们一起来看看专家们的选择。霍尔特、波兰和小叶支持田阿姨，而雅韵、徐磊和段东是支持小王。3-3，打个平手。